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然后今天我们继续来打排位啊，所以我先把这个黑粉和静观点啊，现在我感觉又爱上了神威卡卡西啊，这个卡卡上手容易一点，哎，打算把这个鸣人给进，他竟然选鸣人，我刚才我是怕他选奇拉比啊，奇拉比速度比较快，有的时候把握不住，很容易被大家给，是吧？我喜欢用蝎嘛，那个宇智波鼬，哎，好啊，你再给我跑一个，炸的差不多了啊。还能打，等两下，就等这一刻啊！一定要一下把它解决掉，不然给他有机会的话，我根本是吧不好动。解决掉一个，然后就神威卡卡，又是卡卡，老老的，你居然有这种招式，还是给我擦了一下啊！封杀阵，擦起来，哎。你死了吧，哎，完了，给夹着打了，哎呀，刚才那一下应该跑掉的，死了，在空中就被他看死了，在天上是吧，看不到的地方被他暗算了。六哭，吸我，看你吸我有没有用，是吧？大招全部带走，感觉现在就是卡卡西的大招可以直接在分身之后再开大招，马上开大招，特别有用啊！以前就是很多忍者就是分身之后开大招，但现在好多机制改了。干啥？来！靠，这都能打得到吗？跑！你再给我跑！六五六，神威卡卡太神了，太猛了，我喜欢，就喜欢这样的套路啊！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关注游戏君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，我一个解说，爱奇艺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